affects the embryo develop in vitro and not sexually. Okay, before the genome editing and first track in the animal model like this. 所以科学家发现是在你别的科学家用你的方法重复出来，那个时候才叫做科学发现。随便发表一篇论文，怎么算科学发现啊？所以你一个媒体介绍，那人家科学家怎么来重复你结果啊？因为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。这个叫医院，你在网上就找不到。据说这个医院属于普遍系的医院，这种医院怎么能够有资格来审查你这个这么一个比较艰难的？ 比较高深的一个科学研究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说法律责任，那就是要惩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现在有的新定的就有这一条了，就我们争取呢，在这个方面呢，我们就把那个惩罚那个也要写进去啊。其实。